来，可以看到哈，现在这是苗，在整个所谓看到的是澎湖的奇美，这边的景点叫做小台湾。如果你视力比较好的话，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在这边苗栗，他在那边钓鱼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浮潜的最圣地，我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在浮潜，哪里呢？在东北角浮潜哦。台湾一手掌握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子哦，一手掌握。OK， 旅行一件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脸书搜寻幸福台湾微笑朋友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景。拜拜。